习近平10月1日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川普还表示支持美国企业积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但就在当晚，实属巧合，上海松江区九亭镇沪松公路高架桥上一货车燃起大火，现场爆炸声频传。该消息目前已经被严控封杀。松江官方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通告淡化事件，也不提爆炸及事故原因。松江区政府的官方微博上海松江发布在当晚7:20左右发微博通告称，今日18:25，位于九亭镇沪松公路高架桥上九号线九亭站三号出入口上方，有一辆载有泡沫类物品的8吨货车起火，现消防车已至现场进行灭火，高架桥两端以交通管制进行地面分流，无人员伤亡。在6分钟后再发一条微博称，事故已在19:10处置完毕，无人员伤亡，道路已恢复通行。但官方通告通知的是提现场频传爆炸声。据悉，官方微博所称泡沫类物品不太可能发生爆炸。此外，官方大力推介的进博会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支持美国企业积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但白宫此前称不派高级代表参加，中方称难以理解。与此同时，七国集团首脑也表示不前来捧场，而维权人士各个关手机躲抓捕。上海的保安维稳模式早已开启，进入上海需通过二次安检。海外大纪元日前在分析进博会为何高调中谈到，本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关于美中关系的演讲，对中共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涉及了多个层面，包括贸易不公、窃取机密、侵犯宗教自由等，中共高层并未对此表态。此后习近平的南巡以及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上，习近平都没有就中共改革给出具体性指导意见。报道引述上海企业家胡立任接受采访时认为，这个进博会对北京来说就是想抓住一根救命的草。习近平亲自去上海，可见他本人也已经觉得风险巨大。另外，中国经济基本进入滞胀阶段，商务部的很多经济数据是造假的。胡立任还表示，国内一直希望能产业升级，但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基础研发能力，只能在高科技应用领域做二次开发。所以北京很希望能在本次博览会上发现并引进更多的新技术。这才是本次进口博览会的重点。